去看他们的演出，我们发现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关联。And so in this piece, the starting point from the company and I was to ask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our culture?台湾族、萨摩亚、毛利相似的生命背景，共同的南岛起源。本周立马新闻世界全球部落之单元要带大家来看国际原住民首次在台湾跨国舞团制作，如何深入彼此的文化语境，用舞作柔和激荡出原住民当代舞蹈新样貌。